有帮助过一饮食的测试。那你们只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在做这个前置作业，刚刚是把我们的蛋着还有我们的出处做好一个调整，做好一个调整，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口碑架好。那待会我们这边都会听到枪声，好，听到枪声，听到枪声的时候就代表说我们里面在射击。那你们在荧幕上应该可以看到，好，头盔有遭受到射击的一个情形，一个状况。好，以上是我的报告，报完毕。我们这边征求，征求，我们可以征求大概五位，好，五位这个记者们的话，可以跟我一起进去，做这个射击，拉这个拉，就射击的一个动作。对，是。外卖的是外卖的，